振动排渣过滤机是结合板矿过滤机与振动机械原理设计而成，其特点是密闭结构、环保、机械排渣、无损耗、高频振动器、振动卸渣、特制不锈钢滤板、无需滤布、滤纸，清洗简便，使用寿命长。滤芯设计二次过滤，无残留液体，渣干净。振动排渣过滤机操作流程：第一步，打开泵阀门和溢流阀门，启动油泵，开始进液。观察到液体流出，关闭溢流阀门，打开循环阀门。第二步，打开循环阀门，开始循环。从出油管视镜观察到清液流出时，关闭循环阀门。第三步，打开清液阀门，开始过滤。在过滤过程中，罐内压力随滤柄增厚，压力逐渐上升，待罐内压力达到4公斤左右时，需吹柄。第四步，吹柄过程，停止油泵，关闭泵阀门，打开空气阀门。吹柄过程中，压力应保持4公斤左右，打开排污阀，使其下部液体返回原液罐内，液体过滤完毕。第五步，排渣，停止气泵，打开排气阀门，使其罐内压力回复到零，打开碟阀，启动振动器，振动卸渣，其过滤过程结束。